Hello， 阿三汤子，好了，算了，没关系。Hello， 哦，是这个坏掉。大家午安。哎，我看人家那个还不错。下午好。我慢慢的停下，我今天要来吃我的午餐，对，我就是现在才吃午餐。Hello， 吃综合羹饭。对耶，很香。你换手机了，这么爽的是不是？换什么手机？这边有很多香菜啊，很多的吧？香菜不？哎呦，这么好啊！今天你生日，叔叔。香菜直接顶顶顶！等我一下啊，我要拿阿香汤匙。什么是阿三汤匙？我有一只阿三汤匙。为什么知道什么是阿三汤匙？好，吃饭要吃有仪式感，知不知道？我们要吃，拿阿三汤匙呢。忘记改。午安，对，我的夹子我还没去买。阿三汤匙。我昨天去学校又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你叫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他那个可以遥控的。然后。他就跑去加我的LINE。他说：“因为我的 LINE 的那个状态消息，我是用阿三。”他说：“你喜欢阿三？”我说：“对。”然后我就拿出了我的 AirPod， 是阿三的。然后我的酒精也是阿三的，我的笔我也买了阿三的。他说：“你真爱阿三呢。”很可爱的同学。他昨天说抱抱，我想说干嘛，他就很突然很突然跟我讲说要抱抱一个女生。我说这么突然，他说哦没有，我很喜欢抱抱这样。大拇指怎么了？大家午安。吃午餐，对，三点了我才在吃午餐。我吃综合羹饭。午安。家里没网络了，
慢慢去缴钱。那没音乐。有点小尴尬。Hello， 季风亮 ，Hello， 坤坤 ，Hello， 四叶草。谢谢真心男子送的麦克风。大家午安。汤之类的，关东煮。谢谢，谢谢你们的厉害。对吼，昨天变好，转变天。突然变天了，大家还好吗？是还，我自己是还好，没有到超冷，但是有带外套。我朋友说。我真的可以穿长袖，可以穿外套了。我的外套100多件，我说你最讨厌这种天气了。他说最喜欢这种天气了，因为我的外套很少，很喜欢穿外套，很麻烦。拜拜。假如我今天去练习。我练习前我穿着外套进去，我练习完一定很热啊，那外套我比较拿在手上，我就觉得很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不喜欢。我吃综合跟饭，但放的有点久。饭都吸饱汤了。就是很讨厌多一个东西呀、啊。我出门呢、啊，只要一个包能解决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再带第二个包。我觉得很麻烦，干嘛要急东急西的这么累？为什么？所以那天又是一个交易大现场。
谢谢玉兰送的礼物，谢谢。啊，你们有买这个月的生鞋了没？把筷子定我啊！不会，我才没有那么无聊。等一下，大家上班上课。好的哟。你的机会吗？我去拿筷子。我曾经伤过自己，我的。我说阿三他吃完还要阿三筷子，那阿三筷子不好用。这有点困难。是做艺术疗愈，然后上课老师叫我们画那个曼陀罗，要涂色啦，没有自己画图。我很喜欢上色。我已经涂完了，为什么那里面会有墨水？对啊，老师说之后会上那个精油。
油，低辣。低辣是什么？你们可以再等我一下吗？等我哦。昨天那个同学啊，超好笑的。他说：“我觉得你很酷哎，因为你都戴着帽子，而且我觉得你很适合骑重机。你赖的头贴跟你本人感觉差很多哎，我赖头贴是那个，我有发 IG， 就是头发长长的那一篇，那篇。”然后我就看着他笑说，我有很多样子的。你们看得到我吗？应该没有卡。是看得到。请他喂 Google。什么是喂 Google？Google 我的名字啊，问 Google。 有些店可以，有些店不行，所以你要问清楚。前几天看到我之前一直在找的一双，之前很喜欢的一双鞋，因为太久没有看了，所以我就忘记它的名字。前几天在路上看到，
我又找到他了，好开心哦，很想买，等有钱的时候去买，买写信。除了麦当劳，反正我觉得就问问看吧，有问有机会嘛。那个纽巴伦的703，时间。全黑，我好喜欢，因为我的鞋子都就是颜色都偏浅，所以我就前阵子很想买一双黑的，然后就找到了这一双黑色的鞋鞋。哎，我把鱿鱼游戏看完了。从某一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某一个时候，我的鞋子就都是买浅色的。好最近追了一部，我一天追了五集，我觉得我厉害，他总共8集，我一天追了5集。他说以无知名，有新闻说这个比鱿鱼游戏好看，我不知道，就是一部打打杀杀的剧。我愿意这样 forever young， 大家有看吗？打打杀杀，有没有爱？好哦，爸爸爸爸嘞，爷爷有，爸爸爸爸嘞，爷爷，爸爸爸爸嘞，爷爷，爸爸爸爸嘞，爷爷。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啊，真的差点巴巴巴累累累累累，超紧张。差点爆嘞！我的脑袋就一直在叭叭叭，你知道吗？我们之间怎么可能
我觉得脑袋里出现八八八的时候，就赶快找歌这样听一下。都是胡扯，还有有心动的可能变傻了。我才没有抱抱抱抱嘞耶耶。我才没有相信遇见你有多难得。我才没有醉意，说不懂了就不。我跟你们讲，我有讲过吗？忘记了。就是我不是说我在我背上摸到一个硬块吗？我那时候吓死，结果一挤之后，那天回家我就一直我就不经意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那个是痘痘。为什么脏脏的？你知道吗？我昨天就是痘痘成熟时，我就特别挤了一下，你知道吗？那个血超多哎，长在背上。我又问我妈说，为什么那个背会长痘痘？她说她想长，那就长啊。说不爱了，就不爱了，只是过程，拥抱昨天才完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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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挤的。我现在要贴人工皮这种，所以不担心。啊，是自由成长痘痘，我痘痘会长在一些有的没的地方，比如头上。昨天才完成。刚刚被追杀，为什么？弯过树。突然想听这个。午安，大家午安。追杀报告。不小心一切又重演。大家听过吗？冻结了世界，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你的时间，我也会疲倦。你的
想你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了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想不想吃拉面？还好哎。想念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怎么了？我前几天啊，哦，就是阿杰，我们也去那个纯人，我不知道。看你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前几天就是有遇到七晃这样，他说肉这边很瘦，你又瘦哎、欸，然后就看着七七说，我以前到底是有多胖？点赞。是啊、哦。然后前文说我看起来变成熟，有吗？什么意思？冻结那世界，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那暗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也会疲倦。想念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时间，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前几天去吃了一间店，很酷，蛮酷的，它是有点泰式、港式跟韩式混合的一间店，它好像叫做每天美丽的美。他那个店的装潢超有 feel 的，就是超级港式的，超漂亮。他的天花板做得很好看，他的墙壁瓷砖也选得很好。应该是叫每天了，他在三区、大同区、双连那附近，大家可以找找看。我要。笑烂。我想听那个牛吗？我觉得我还是可能是不讲话的时候吧。全都录音，不要这样。这一天，来去熄灭和浮现你的脸，你说祝我生日快乐，我还要挂在嘴边，冻结了时间。你身边多了一个他，之后伤人的话你不想讲，你说你会怀念，过几年写
难分辨，我不屑怀念你的嘴，含着抱歉，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你讲话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一点残缺。陈讲话，讲话，讲话。谁也是把我生日这一天，我一首歌直接调出两个挂听的人。你说祝我生日快乐。你讲话很你说你身边多了一个他，之后伤人的话你不想讲，你说你会怀念我几年，谢谢你我该说声感谢，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屑怀念你的脸，与之扬言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重击，起重击，什么东西起重击？宋仲基。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谢谢叔叔送枫叶。我不屑纪念这一天。很重击是什么意思？哦，我不是要讲那个、欸。我昨天削柿子的时候不小心切到自己的手，我不知道讲这个，我是想说你讲话真的很靠北。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屑怀念你的嘴，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的。什么东西的？听这个。我最近鼻塞偏严重，是因为要变天了吗？我上次上课上到我差点呼吸不下去，超笑的。
那老师怎么知道？哎，老师很讨厌呢，他不给我们下课时间哦，他也不提早下课。She said goodbye too many times before. 去哪问一下？我记得我上次说的，是我没看到他，抱歉。老师怎么可以这样？他没有给我们下课时间，然后还不提早下课，还问同学说：“哦，到几点？”然后同学说到二十分，他说：“好的。”然后他就在十分的时候，哦，还有十分钟，他就又讲了十分钟。所以，我昨天吃。我昨天吃水果，吃了一颗柿子。那我回家好像还要吃，我回家吃了一颗柿子，跟。两个饼干，不太吃水果，要多吃水果。水果里面会有维他素，维他命 A B C D E F G， 我不知道，不确定。超小的，小到一个不好炸。我同学，我朋友哦，我就某天去找朋友，就坐的，他就跑来，豆豆，你们班是不是有个同学叫什么什么什么？他姓姓什么的？我说，我该不会叫谁谁谁吧？他说对对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某天说他是读这个啦，然后跟你同一个学校，我就想说会不会是跟你同班这样，就世界也太小了。好哦，我就呼。然后之前是另一个妹妹，我就说，哦，你是不是认识那个谁谁谁？她说，啊，对啊，她是我同班同学，我就。世界超小。会不会有人认识三姐两姐？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吗？我蛮想认识她的。小兰。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结果香菇哪天就是香菇就是哪天瘦下来跟我讲说他要去当杰尼斯的练习生。吓烂。恭喜你啊！我已经有一个新的耳环，但是我放在朋友家忘了拿。下次带给我看，超大一个的，这么大了，很好看。它是一个，不是一对，别人送我的。很酷的一个耳环，但是我还没有想到该如何搭配，但应该怎样都可以，就是没有太局限于哪一种风格，只要戴在我的耳朵上都可以，而且它超重的，但也没有到超了，就是有一个重量。本来要带给你们看，结果忘记拿。长这个样子，我该怎么跟你形容？那时候我朋友就问我，因为他送，他就看到，他问我，他说你平常没有在戴大的耳环？我说有啊，只是我比较少戴而已，而且我也没有戴过超大的耳环。他就嗯，不会发言吗？比喻的，不会啊。发言再涂掉就好。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哎。
我不画啦。我不会画，好的。反正那就是长这样。可是这是往后，不，我不会画它的侧面。我是笨蛋，我不会画。反正它蛮挺大的，差不多。它是这样往后。反正你们下次我拿到，你们就会知道了。差不多礼拜四吧。礼拜四应该会看到。好可怜哦，我今年都没有圣诞节礼物。想要生日会哦，就可以跟大家玩。每年最期待的就是生日会，虽然会老一岁，但是很开心。你说送给梅林的吗？哦，是哦。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过，谢谢臭阿卡送的猫铃铛 ，Miracle。你是要送美丽又不是给我的，对吧？对啊，没有，我直接跟姐姐讲，把她的签拿出来。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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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give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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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I'll give up no no no.等等应该会去看中医，我的手还是一样很痛，继续给他多拉吧。对，有点付钱入场，大家都有付钱入场哦。反正姐姐都不要放，放拆了。我要放在六七的主机器，感觉很厉害，大概知道是怎么样，因为我有认识的家里也是做主机器。 Don't you give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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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n't give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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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love youLet me love you. 怎么办？没有，我都爱你了。是棒棒糖。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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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吃草莓牛奶口味的。草莓口味的也很好吃，就是可乐口味的。拿着起司。
等等去学校分给同学吃。不喜欢听英国的棒棒糖。你们刚刚应该什么都没有听到的，对吧？没有，草莓是 strawberry 吗？ Coca Cola strawberry milk strawberry milk Coca Cola strawberry， 等一下，这些 strawberry。跟他们讨论过，就是他们体育课下水游泳哦，你不能戴口罩，可是你一般上课你就要戴口罩，不是啊？现在就不该上体育课啊！你们说如果要防疫的话，对吧？你不觉得不合理吗？不是，是游泳课，游泳课。你说篮球，那。你戴口罩 OK， 可是你游泳课就一定得戴口罩，不是，一定把口罩拿下来，你懂我意思吗？我直接退掉了不合理啊，对吧？3点到5点啊，哦，10分钟对吧？前天去吃饭，你呀，你说吃什么饭？你听谁说？午安。
他本人说的哦。啊，他怎么说？他说有谁？那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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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很多草纸加一个，你说大妹？对呀、啊，我们去吃饭。家里爸爸妈妈的邀请，那天有吃螃蟹，螃蟹超好吃的。好啊，你直接把自己摸摸。炒饭、焗饭集合了，是你忘了啊？两个不是客人不算啦、啊、好哦，但是你还是直接忘记了。好心，那你是要来看我们，还是去看局主的？啊，看到我。好紧张哦，好久没有跳舞了，会不会跳错？跳错就尴尬，大家就看得到了，现场有可能还会卡掉，没有，但是有开放入场，跳错就尴尬了。你一定拍手叫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制服的抵抗你都看谁呢？你都是看谁呢？我很好奇这个问题，认真非常好奇。跳错啊，没有，你会被猫头猪给啊，不是，我会先被猫头猪给杀了。如果旁边有些惊奇的表情，有些那个些感觉蛮些的哦。阿里嘎多哥在吗？不可以这样，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了？我怎么了？我只是问了一个问好奇问题而已啊！我没有对你怎么样。你还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隔断就够我。悲伤，那请问换了 UNI 曲后你都在看谁？
但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会看哪几页的啦。我其实知道，我很少人在看我啦，我就做好我自己的就好啦。你们要不要看？随便你们的，随便。换 UNI 制服的抵抗啊！啥姐妹？我在说阿凯，臭阿凯，好想跳奇迹哦！还跳几级？下一次练习，我想老师，我可不可以干嘛要换个几级？反正我们之前都是跳 C 嘛，那换一下应该不会怎样。没有，来看一下，这有没有帅到？什么意思？我的帅是发自内心，隐藏不了是吗？你最喜欢的 UNI， 你是说谁跳的？别惹，别惹我，别靠过来，什么意思？找不到歌词，指甲挑染，睫毛总一排，哒哒哒哒，别靠过来。前面好像不是那个，别惹我，别靠过来。前面不是啦。
找找，我找找看。那段应该不是我唱的。哎，真的，你们没有听错，是我记错。指甲挑染，睫毛中一排，别问我别靠，哦，真的，别让我别靠过来，真的。白褶起裙带，能多短我穿多短，羞羞盖盖不是爱搞怪，为自由无声呐喊，涂上存在鲜艳的锁闪，而情绪却一片空白，快乐桥段全部都无感，什么还值得期待，想不停的手机不知道被丢哪去，反正没在意，这些不重要的邀请，刷新经营假装忘记，懒得搭理，趁着肌肤我就拥有抵挡现实的本物，继续对抗拒绝背负成长的包袱，穿着制服孤独一人抵挡现实的束缚，这也说不那也说不，未免太辛苦，大乖乖孩子停停摆布，抱歉我做不足，妮妮怎么了？如果有翅膀的力量，就可以在天空飞翔，轻轻的规划要到什么地方，看看那许久的向往，趁着风恣意的闲晃，闲晃这该从哪眺望，该从哪里出发，却偏偏毫无想法。不管会不会飞都一样，走着走着总能抵达，所以非非得自己匆匆忙忙，等一下再一次，所以何必非得自己匆匆忙忙，所以何必非得逼自己，给自己，所以何必非得逼自己匆匆忙忙，幸福美满的一天在路上，没事啦，就管这帮的
倔强，握着某一个我昂扬，站在台北下细数每个怒放，脚踏实地的去闯。说翅膀被解放，就可以自由的流浪，自由了，随心的造访，随便什么地方，看看那一些青春所想，不用面对未来的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连厌烦的伤家幸福美满，为你站在路上，这无关翅膀的倔强，我始终怀抱着希望，沿途的景象也是难过沮丧，要惊讶专注的去闯，鸟儿般闪着艳阳，俯瞰人世的柔软，不一定烦恼，欣赏羡慕惊讶，少了翅膀是多么，人欢翅膀的倔强，靠着我已足够昂扬。翅膀的倔强，靠着我已足够昂扬，眼前人们常在等你，才这个人歌词都打错，我不开心。这首歌真的好好听，我好喜欢。不给，就是为他出一个 MV 呢。这无关翅膀的倔强，这更荒谬。我都忘记怎么跳了。那城市降临的顺序，我真忘记怎么跳了。没给力啦，狂乱的掌控，那个肉是不是没了？没有啊，还在啊。它是一个非常让我过敏，非常容易让我过敏的东西。
在春天撒娇。平常连喝水啊，那杯子看起来都超重。大家觉得好好看？要的吧。可爱的宝宝们，爸爸爸爸嘞耶耶！这是什么？噜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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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Room.
what's up? Hey, what's up?什么？你们两个要去约会是不是？他错了，再次，有巧吧？扭到什么脚？没有，没有跳。太累了，这什么？小迪怎么先弄？他怎么了？嘿，我的！啊，对，我没有念到他了。自己被放弃，网络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吧亲爱的自己。
时间是2021年的10月19号下午4:33，我们进行心灵老了啦！谢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好，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碗肉汤喽，大家听好喽。会有人想打击你。有时并非你没把事情做好，而是你把事情做得太好。人一多就会有难懂的事，好比有些人来上班是专心做事，而是处心破坏别人的事。不是想办法让自己往上爬，而是想办法把别人拖下来。其实遇到了别觉得委屈，毕竟你的努力若没造成威胁，他们也不会想破坏。人生难免有竞争，只是有些人选择激励自己，有些人只想激怒对方。沉稳的往更好的自己努力，就是跟他们争论只是被他们消耗而已。走快一点，才会离他们远一些。记得专心做自己的事，别分心管他们的事。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时间早就看在眼里。月亮是白天的据点。晚安，我们明天再见。这是今天的第一碗肉汤，送给大家。那我就念第二碗肉汤咯。如果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就更应该要听取自己的心意。人一生会跟许多人有关系，朋友的扶持，职场的交际，感情的陪伴，亲属的关系。我们无法只用一种样貌面对所有的人，也无法找到哪一种样貌让每个人都开心。然而，无论你现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要明白你必须自己而活，都要明白你必须为自己而活。毕竟，为自己努力，总有一天才会找到喜欢的自己。一直想满足别人，往往是得到不够好的回应。其实没有谁可以决定你是谁，只有你自己可以。不管你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或正在为什么烦恼，都要听取自己的声音。因为你如此努力的生活，不是为了符合别人想要的样子。这是今天的第一碗肉汤，送给大家。第二碗送给大家。好喜欢。今天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大家送的掌声鼓励，辛苦了，拜拜。
半价便当，讲讲结果你都没有，是算了没事。在荒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Hello， 小易，想说啥？结果他都没有听我们说的任何一个，不是拉面，也不是关东煮，是搬家便当。傻眼。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我时间到了就会剪，怎么大家一直在问我要留长啊？你明年就知道了，期待吗？哥，你的期待，期待吗？大家期待我明年长什么样子吗？礼拜六才公演，怎么今年不像十八岁吗？像十七是不是？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哦，礼拜日，哦哦哦，礼拜日，怎么收马尾？我没有办法收马尾啦。礼拜日 ，no no no 大意 no 大意，直接爆雷，没有大意，好不好？不是我，不是我，谢谢。还有一点时间呢，所以大家不要急。我会变什么样子，你们都不知道。最浪漫的一首歌。
长这样好不好？长这样，长这样，这样。剃光。不知道在五点前我的手机会不会跳出20%这样，感觉会。拥抱着，有没有可以用很久是吗？可能还是会有差啦，用那么久了，对不对？新手机一定的啦。13的镜头是不是真的很强啊？欸，但我们不得不说12的镜头就已经很有感了，跟10比起来，11我不知道，跟10比起来就差很多。不能我的手里面的粉红，等换14，不知道14会变得怎么样。十四变得怎么样？不能我的手，你的朋友。啊，你的车到底好了没？对啊，你啊，你的车，你的阿六。阿杰什么时候开播啊？快好了，终于，都多久了，对不对？打算卖掉，卖多少啊？会有人买吗？阿六呢？会吧，应该会。都修好了，对不对？那你慢点，你要换哪台？哦，因为停产，所以一定会有人买。我以为是停产就不会有人买。他们在买收藏是吗？哦，真的。
阿杰六点开播是吗？今天吗？今天六点。骑呀、啊，都修好了，不骑就行。是的，团长，好的，收到。下礼拜一没有开的吧？只有今天。舔我，舔我，舔我，舔菜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什么东西？那、啊、你嘞？你要填什么？刮刮乐很累，什么东西刮刮乐很累？哦哦哦，我知道，好吃。恭喜你！我跟他们讲，我们老师真的是，他不给我们下课，又不提早下课，我觉得他很过分呢。好歹给我下课时间，什么包铁膜？他没有，有些老师不是说，我今天不会下课哦，所以我们会提早下课。没有那个老师没有，他没有下课就算了，他还继续讲下去。会把序号刮坏，看得到就好啦。怎么看不到吗？试试。然后他上课也没在干什么。填错啊，那就再填一次啊。好的，八九米球九，我们的心，完了。
芭蕉，蜜蕉。反正你们就刮小心一点呗，不然能怎么办，对吧？啊，都硬了，对吧？别做吧。现在只能小心的刮了。那我就为你们献上一首《It's You》，让你们心平气和的去刮，好不好？你们要为了见到你们的小偶像而努力的去刮，加油！加油！撑过去就是你的。你就一个一个慢慢猜啊，这有什么好难的？简单啦。要了吧，我看看我是谁。出 solo 吗？东海呀、啊，哇！他竟然出 solo， 但是我觉得舞台没有跳得很好看，就是没有跳得很惊艳，有点小可惜。哎，所以现在大家都有拿到吗？还是还就是少数人没有拿到，多数人没有拿到单曲？哎呀，舔我哎！他记得呢，这样我们可以才可以谈情说爱，你知道吗？用定的感觉就很厉害。可以谈情说爱吧，可以吧？可以吧？不行吗？那个时候就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间，那也不行吗？你说看到你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谈情说爱是吗？还是你看到我，然后你要再考虑要不要谈情说爱？我跟你讲，这几率非常大。
大家可以一起女装啊。我们就画画画画，七秒就没了。哇哦，哦，好帅啊，东海。我怕你真的爱上会无法自拔，有种，你来呀！怕你不敢。东海把衣服穿好，不要露香肩，你知道吗？哎，你的企鹅啊，穿你的企鹅啊，穿一下。队友，你要说你本来就是男的。恭喜呀，气也好重，你在睡去。你居然会嫌它重，那个是满满的差一楼哎。好，对不起啊，我在剪。OK。好久没有看到你们了。没电了，没电了，五点了，五点了。Yeah. 不用太好，用那么好干嘛？今天我念完了，你没跟到，你现在要怪我是不是？好啦，差不多了啦。我说你怪我喽，宝宝，再见，我们礼拜四见。黄品源是谁？黄品源，你是谁？你男朋友？男朋友？怎么？你在看我直播啊？蜘蛛我？谁呀、啊？谁啦？谁啦？什么东西啦？什么东西？承认的男朋友。什么？大家今天逼我关呢、欸？对不起，我不知道。小薇啊，叫做小薇，名字妈妈。黄品源是谁？黄品源。
真的。叫做小薇，是吗？拜拜。